搜罗密友珠宝集团董事主席林雪明绑票事件，策划整起绑票事件的元凶杨伟毅已经被警方逮捕，但警方在现场并没发现林雪明的踪迹。根据现场的状况，警方并不排除林雪明已经遭到杀害的可能性。是我杀死林雪明，是我杀死我妈的。我只想问你，相不相信这世界有因果报应？我没有的选择。16岁那一年，我被杨少炳强奸了，我没有的选择。当杨少炳的妻子，几乎每天都被这个男人打得死来活去，浑身是伤，想逃也逃不掉，我还是没得选择。老天要是有眼的话，为什么要让一个无辜的少女过这种毫无选择的生活？想好了，不要打了！我求求你，你不要打了！今年7岁。你一年问你都是7岁，阿弟已经28岁了。不要一直说对不起。那你到底想怎样？我只是不想每次都是为了阿弟的事跟你吵架。好好好，我答应你不会再有下次。那万一有下一次呢？你到底是要讲道理还是要吵架？那你现在就是说我不讲道理了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真的不想跟你吵啊。搜罗密友创办人林雪明受邀出席日本举办的国际珍珠交流大会，大会主席田中美智子女士宣称林雪明为大马珍珠女王。我爱打她就打她，我要骂她就骂她，她只是一条来路不明死赖在我们家里的一条狗而已。你说你跟那个女的到底是什么关系？我们只是普通朋友。普通朋友会脱光光在酒店房里抱来抱去的吗？那个女的几岁？她可以做你的女儿了？还亏你这个不要脸的老头，老牛吃嫩草。你说够了没有？喂！要不这样子吧，你把你的联络号码留给我，我可以 call 你啊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再不，你就拿我的电话号码，你 call 我啊。算了，不用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我今天收不到钱，绝对不会罢休。大哥，你要抓就抓我女儿好了，你千万不要抓我儿子。妈，我就不能没了这个儿子。我求求你。大哥，对不起，饶了我，对不起。你为什么叫他阿妈？妈，你这么简单。阿迪。梅姨，你为什么到处乱跑啊？阿迪找到阿妈了，阿妈在这里啊。我才是你阿妈。不是啊，我要阿妈啊。你听不听话？梅姨啊，为什么你一直不跟阿迪跟阿妈在一起呢？我都说了我才是你阿妈了。不是啊，阿迪的阿妈名字在这。爹地说要跟你离婚，然后那个女人名正言顺跟着他，阿妈已经没有办法再维护你了。如果我们再不反击，那个女人呢，迟早会霸占我们在李家的地位的。事情到了这个地步，就让她将错就错。你只不过是一个无耻的无理精！这两巴掌是我双倍奉还给你的，我等这个机会等很久了。如果你再不收手，就会失去一切，到时你后悔也来不及的。要分别嘛。现在我什么也没有，我害怕什么，还顾忌什么？要是真的有报应，那就报在我林雪明身上。我